义里镇啊，属于花莲县十三乡镇其中之一，可以讲说，是100%的农业生产，在地的人口70%以上都跟农业的生产有所关系哈。未来以义里地区啊，我们比较栖就于希望它是能够地产地销，然后配合这一些多元性的优质的这一些农产品啊，能够做一个在地的套装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产地小旅行，然后透过这些小旅行来做地产地销市场的一个区隔，形塑它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特色。事实上，玉里从日据时代就开始建设与发展，无论是百年历史的斜天宫、玉泉寺，或是保留古早风格的安通温泉，都可一窥过去历史的风貌。而近年来，在地方与实质中心共同发展的朴实艺术文化以及朴实印染，则可以自己动手体验人文荟萃的丰富文化。连续三年，实质中心投入的财力跟人力，来建构了我们这个教学空间，所以设计在文化面，在整个的活络起来，那也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义里人文的一个代表，形塑我们义里成为人文的这个朴实大镇。小镇上随时停下脚步询问隐藏在巷弄间的古早味小吃，最单纯味美的玉里面搭配浇着咸甜油膏的黑白切最是对味，还有香酥带劲的臭豆腐与40年老店的桥头冰是这趟旅程中最抢眼的配角。啊，煮好吃，重点的就是讲卫生爱顾好，你才有法度40分，感动就是跟那人客啊，人客来讲哦，阿妈你今年几岁啊？哦，我结婚去倒位，啊，我回来嘛是来吃恁的草头冰。自然美景、农产、文化与古早味的体验，穿梭期间，我开始爱上这样简单的小旅行。也许你曾经听过去过太鲁阁等耳熟能详的景点，然而在后山这块土地上仍有着许多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。后山的故事如此精彩，未完待续。